大家好，我是李康生。那我在2004年得了亚洲电影协会奖，还有荷兰影评人协会奖，还有金虎奖。那刚好在那一年是先颁了两个亚洲和荷兰影评人奖，所以当时我是觉得金虎奖跟我没有忘，结果金虎奖又颁给我，所以在那一刻应该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刻。那连续得了三个奖，非常的高兴，很难忘。那因为这次的疫情，刚好又遇到鹿特丹50届，我希望鹿特丹50届还是要好好的办下去，然后等疫情过后，我们再去鹿特丹见面。